小哥啊，阿伯，我做无闲，你莫听我叫咁好。
要不也没注意的东西我注意你冲啊你怎么怎样哇为着要来送命我赶紧就出门啊啊我声哦只有十二文而已啦啊你敢会使给我声一下小本生理上不下欠你有十二文要到二十文就欠八文你明仔载欠一个有够钱还过来哎呀小哥啊啊伊就好人做到底我就一摆尔我袂够后事做啊啦一个若像安尼两个若像你安尼几斤百几个若像你安尼我哪有变白送命摊啊呢大家拢欠钱啊、哦、我嘛足欠的呢我为着阮你直接留我啦莫搁算命啦较算嘛无几工啊无要紧啦莫算啦、欸、你是咧讲啥话啦无无、哦、我是咧意思我是讲哦直接留免算命咧愈留愈好命老师呢，不是要算我自己，我是要算我的子女。啊，无你有囝？有咯。我不是你，我讲你有囝哩，是谁哩啦？是呀、啊。是为着恁囝哩来的。为着阮囝哩来的。唉，天下父母心啊，莫怪啦。你家一个孤囝尔。我一个孤囝尔。啊，你食了哦。那惊讲哦，要来为这囝算命，啊，你讲惊你老孤苦，莫怪你为着恁囝来算命。我咧从早知恁闹出善事啊，欠八文。哎呦，世界上哪只拄啊好，我身躯拄啊剩八文嘞，是我为卖菜欠到剩下嘞，虽然规做规个月嘛是安尼尔。小哥啊，哎呀，没事啊，我只好身躯八文钱借你到二十文。安尼我二十文，我得先送命咯。得当送命，啊那好命得爱还我。我知我知。哦，知无？哎，就是，必必袂使甲别人讲。绝对无甲别人讲。甲这个人讲是个奉上处理。开始救一个人啊！我知影，会造成你的困扰。我开始在叫声，多谢啊！二十文收好势，阿婆准备要来算命，叫声，就听命相关，就公就神师。出世好利好月，好日
赛故事，上世世俗伊的秘密，我想听朋友送来听我唱。我的兄弟哦，在迄个驾驶年生七月十二，我好在迄个日时出世。千岁母，命运为我安排缘。天之冠，天之情，地狱爱呀，不天之冠，感情一个老阿婆，不听缘分啊，亲情薄。做条人桥，生命啊难得，我来相望。
二十六千。好，那呢，咱就先来赌赌。如果我的囝儿，若是无想你算到遐尔准，你就爱给我跳百遍。秋贤，你连算出数码也难对，竟然你认为我秋贤算数不好？你的囝儿如果惊讶，也得平安过过期。那安尼，就是我算不准。那安尼，今仔日我踮在这街头的所在，我的招牌比你来吃，再赔你二十六千。那安尼就讲定，你吼、哦，若是真正算不准，我就准备来到你这个铁牌面，而且二十六银，我是肯定啦。黄博士，今天你家里出的事，请你接阿爷。我是真无可能相信你，我囝若做着你倒转来，我后搁找你算账。黄博士，阿伯，阿伯，阿伯，小妹，是嘞，莫生气啦，真歹势啦，我来知影，今日呾吼开店做生意，头一个算啊，这个阿婆啊，为着因囝，算甲你心情无太好嘞，莫生气啦。今天摆摊头一个人客，竟然算得出半面骨，脾气。是嘞，今天为师无心想再做兄弟，哈，收得，袂使啦，是嘞。心情不好，所以我现在暂时先休假吼，赶紧收个定金，明仔日才行李啊，谢谢。